2024朝日迎新与神同行妈祖海洋嘉年华将在9月6号到9月8号盛大举办。绿岛乡公所邀请开台妈祖、新港奉天宫、绿岛天后宫、台东天后宫、台南六甲恒安宫、西罗社口福天宫、西罗普兴福兴宫、斗六石流班长和宫的众神尊齐聚绿岛海巡矿福。绿岛乡长谢贤玉表示，绿岛海祭妈祖祈福活动不仅是一场宗教的祭典，更是一场文化观光与地方发展的盛大活动，值得各界期待。2024朝日迎新与神同行妈祖海洋嘉年华系列特色活动，包括迎妈祖海洋矿福绿岛、绿岛小夜曲之夜、朝日迎新与神同行海陆空妈祖迎日出、绿岛海洋嘉年华祈福绕境、义阵展演、平安宴活动等等，将为参与者带来深刻的宗教体验和文化沉浸体验。欢迎全国妈祖信众以及游客到绿岛感受海洋女神的庇佑，创造海上风妈祖的魅力。台东所在综合报道。